接下来这位，就是确实是今年，反正从之前线下比赛的成绩来看是最强新人，所有人在选择的时候没有人愿意跟他在一组，掌声有请童漠南。我有点想看好戏了，说实话，这也太精彩了。哎，大家好，我是童漠南。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些婚姻方面的问题，我经常感觉我情感关系上最大的阻碍就是我现在这两个职业，脱口秀演员和英语老师。作为一个英语老师，现在还在一个培训行业里工作啊，教的还是这个出国留学考试。就你现在很难找到比我这个更绝望的职业了。我本来心态真的挺好的，我觉得录节目录得不行还可以回去教书啊，谁成想录着录着一扭头行业没了，录成全职脱口秀演员了。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我们这个工作属性也很倒霉，就每个周末节假日我们都要演出，和女朋友基本休息不到一起。我女朋友都很诧异，说漠南，就跟你在一起我才第一次知道，就一个人啊竟然可以在没有钱也没有事业的同时还没有时间。这真是绝了，说你是怎么做到的，这竟然能够在所有短板一应俱全的同时每一块还都短得这么歇斯底里。我经常感觉如果说人就像是一个木桶，有长板有短板，那么大家路过我身边都得惊叹说，呀，这怎么还有一个托盘啊。我就纳闷儿啊，为什么人的优点往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是缺点竟然可以一点排异反应都没有，很容易就做到五毒俱全啊。我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玩一个丧尸主题的密室逃脱，就在那么一个沉浸式的世界末日的背景下，我竟然能够做到在比其他人胆小如鼠一万倍的同时再比他们粗心大意一万倍。其他男孩都把女朋友挡在身后端着枪跟丧尸激战正酣，只有我一个人把枪落在了门口大厅的沙发上。我女朋友都看傻了，说怎么叶问啊。丧尸奔涌出来啊，给我逼到墙角，看到我手里空空如也，他都给整不会了、啊，因为我得把他杀死这个剧情才能够推进下去，找了大哥比我还着急呀、啊啊！我俩面面相觑，他都开始说人话了、啊。是，你枪呢？哎呦，可以掏出来了。在那兜里呢，我也有点扭捏了啊！我这今天来的是有点匆忙，不过您看这样行吗？飘飘，顶飞了！我对婚姻的焦虑其实也来源于我妈，因为我妈从来不催婚，这反而激发出了一些我对婚姻的欲望。我妈她对生活就非常的消极啊，你从微信名能感觉到，其他人妈妈微信名檀香深处宁静致远幸福每一天，我妈微信名就三个字，没必要。
no need 说莫南你就没必要结婚，结了婚还怎么心无旁骛的给妈妈养老啊，就住在家里，到时候你爸也退休了，他洗衣服你做饭，两个巨婴都在家里给我玩这个乌鸦反哺，好吧，养尊处优这么些年也该补上劳动这一课了， It is your turn。 我竟然都问出了一个我觉得但凡有点骨气的年轻人都不可能问出的一句话，我说妈，那我老了谁来照顾我呀？我妈哈哈大笑说，莫南谁还管得了你呀？实在不放心，你走我前面也行。我现在都感觉，我觉得如果说所有的父母都能够有我妈这种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心态，就不催婚，甚至再决绝一点，能够拿出当年阻挠咱们早恋的那个劲头来阻挠咱们的婚姻，咱们结婚率很有可能就是上升的。因为结婚就成了年轻人心目当中最叛逆最摇滚最先锋的事情。音乐节上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凑在一起，没有人 POGO， 没有人跳水，听嗨了就在那儿拜天地。就在那儿哭呀。还是顶得挺高的，其中一个大哥腰杆挺直，掏出一个结婚证，旁边都吓坏了，说呀，这东西现在可是很难搞到的呀。不愧是玩死亡金属的，这你爸妈不得疯了。大哥摆摆手，这才哪儿到哪儿，年底我把孙子都抱上，接着我头目来接着。所有的新人第二轮都顶起来，是周奇墨得顶了，又得周奇墨哥必须得顶，把那个凳子给周奇墨摆上。谢谢童梦晨，三二一，掌声再次送给童梦晨。谢谢大家。我天，他们俩惊到我了，他的这个观点和他那个观点，他们俩惊到我了。哪个点啊？真的，就是他刚才说，就后面这一段，就是他妈妈死亡金属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观点真的惊到我。你妈太牛了。对，在我妈的世界里，反正只要我不结婚，这个世界就少了一段乏味蹩脚的婚姻，多了一个幸福自由的母亲。真的，双赢。你代我问你妈好。哎，谢谢您，老师，谢谢您，我妈特别喜欢你。真的，这特别棒，这个。我妈以前也是，我以前带我女朋友回家，我妈跟那女的说，要么你再想想。反正他们老劝那种莫名其妙的，我妈也是，然后就是比较了解你，她开心就行。对对对，莫南的表演好，好厉害啊，好像第一场的时候还有点，对，这回太酷了。对，第一场没表现得特别好，感觉还是对场子不是特别的熟悉。对，这回造起来了啊，今天已经变成主场了。对，这一次稍微适应，但也确实没辙了，就大家太强了。就我第一次感觉到幽默原来是这么让人恐惧的一件事情。就我上一次录制我确实是吓到我了。你也很强，他们看到你也害怕。我刚才他还没说以前啊，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我突然在想说，真的这个脱口秀的这个形式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选择。现在你们剧场在哪，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正儿八经。看，太好了，欢迎。我觉得很好，我还在那个 rock 这听着音乐节，然后听到拜天地的那个，我觉得那个真的，他的那个点挺好的，他的情境构建的很荒唐，但是那个点儿都很准确，有道理的，用的词
其实我在想他用什么词来收那一段，他用的是拜天地，非常厉害，非常厉害。而那帮音乐节本身就要这样，然后他又能想到这种拜天地了，这样。恭喜莫南获得了四个领校园的拍灯。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请童莫南进入等待区。